你长得很像高大版的蜡笔小新。还不完全明白，但是听起来像好坏。这是我未来的老婆。好些人打过他主意都没有成功。他们没有欲望，我有欲望。我就怕被其他女嘉宾给抢了。我掐指一算，发现你命里缺我。看起来今天注定台上得有点事儿了。他到底是会结婚，还是会剃光头？本周六9:10，酷狗 vivo 智能手机，非诚勿扰，敬请关注。